京剧大王唐三之唐言唐语。强大不应该是冷血，会对弱者下手的才是胆小鬼者，应该天生保护弱者。可是如果变强，就是要抛弃自己曾经同生共死的伙伴，那这样的强大有什么意义？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一手眺望天地间，俯瞰这片天。